下一次我一定要救到你。你要一起来上课睡觉，搞什么东西啊？还不起来？奇怪，什么情况？111年4月4号星期五啊？刘丽琪。从什么时候开始戴起这种渣男项链？关你屁事！哎，你不觉得染木头那条项链很眼熟吗？还好吧，渣男都会戴这种渣男项链啊。Girl， 1 2 3 4 5 6 7 8 9。等一下。不是昨天才练吗？你怎么好像隔很久了，跳那么烂啊？算了，下次再练吧。可不丑，你相信能回到过去吗？应该相信吧。那你会做什么？那你相信命运吗？啊，如果我回答相信，你是不是就能留下来？哎，二姐，干嘛啊？哦，算了，回去。还好变成了知己，只要随时看到你。欢天喜地可以陪你，是没有差到哪里。你做工不小心，不要用智障好不好？约好了，一辈子兄弟。人不丑，为什么你要救我？当然是因为后悔啊！我本来不希望你想起来的。那一辈子兄弟，不要哭了。一路好走。你不是把他好好杀掉的，怪我啦！为什么他没有死掉？你说，你又不来帮忙？我帮你啊。I miss you. Just here.渣男都会戴这种渣男项链啊！你怎么没了？想不走？你怎么没了？你找死耶！必须要把这个毁掉。我们这东西太阴间了。Action！ 染不走，为什么你要救我？
不会哭？我吃不到，我手太短了。已经搞了，来哦，三二一，刘丽琪。你知道，你在拍我吗？这可能是我拍一个死不录音的人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谢欣怡组了，大家。快点吧，开始录，就一段音。这样录我，我想让你们知道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谢谢你组。下一次我一定会自己写剧本。